靠着咱第一名的团队，咱的单体会在各路的会场当中，来拍着掌声的欢迎。就是你，眼睛虽然蓝，蓝蓝天空静静等着你。嘿嘿嘿嘿，你别太在意。嘿嘿嘿嘿，你要懂得珍惜，你要懂得珍惜青春快乐，快乐，静静等你，静静等你。我好像你口腔是得病的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可以给我穿了一件，你讲究了一件，你还没穿嘛，我给你人穿得病你也得病，你口腔穿到头一卡好看，人人哎绕两条这样哦，多好看，你嫉妒你羡慕没有了，都奇怪，不要再吵了好不好，我女朋友我去拖，我去拖好不好，不要你人家重播每个角落有你，每个希望有你，进入的女孩，进入的女孩，每个计较心事，每个烦恼忘记，进入的女孩，进入的女孩，千万别为情躲在角落哭泣，千万别让孤独裹着生命意义，看金色阳光，蓝蓝天空正在等着你。谢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，谢谢我们十一班主持人。